们是需要一层一层的去脱你的防护服的。啊，就你可能要先需要手消，你再脱你的防护面屏，脱了之后每脱一层做一次手消。啊，嗯，然后再次从上到下我们的逐层脱，每脱一次每做一次手消，然后外层的鞋套跟帽子口罩是需要到外面来脱的，然后脱了之后再次手消，再到这边来洗手。才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潜在污染区，然后换自己的衣服才可以进入到清洁区。我看你们脸上都那个印子哈。对，因为那个口罩可能会比较紧，因为孩子的原因吧，它里面有一层那个，就是密闭的那个东西，它贴合的很紧。对。今天听到一个同事，他问说，他会说他的脸上会有水泡，水泡那就过敏了。对，有点像那个口罩长时间的那个勒着呀，然后出汗捂着。以替换在里面长时间工作的医护人员，一会儿呢，我们来采访一下，在里面工作了几个小时的医护人员的工作状态。上班之前嘛，就喝点水进去，一直到下班才能出来喝水上厕所，里面是不能解决这些事情的。就是我们的内走吗？嗯，其实说实话，担心肯定还是会有的，但是医院的防护做的还是比较好的。昨天也好多就是身边的朋友啊同事都打电话来问你怎么样，还好吧，还是挺感动的，说金银潭医院的同志是最伟大的，就站在一线嘛，还是挺感动的。